黄的饼干它脆，圆的饼干它香，方的饼干它可口，圆的饼干它健康。方的圆的，方的圆的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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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方的圆圆饼的世界梦。哦，饼干紧张。是梅三他们干的，不许狡辩，我要罚你去扫大街。求求你了，女王陛下，我一个堂堂的警长去扫大街会失去威信的。您最后那要取其顶你的职位，你就去给我乖乖扫大街吧。我为女王鞠躬尽瘁，她居然为了罚我扫大街让你当警长。警长了，连你也跟我过不去。其实，别安慰我。疼。好了。真希望我能够犯错，被撤掉警长的职位。做警长不是我的理想。对呀。菊姬，你让我灵光一闪，想到办法了。我要戴罪立功，让女王恢复我的职位。上哪儿立功呢？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菊姬，警察做事讲求一个快字。我突然想念梅三兄弟了。多希望谭玉飞船从天而降啊！谭玉飞船可不是仙女。警长啊，不得了了！梅三在哪？梅三在哪？你不是来告状的吗？快说，梅三在哪？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快说梅三的下落。你给我吓忘了。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刚看到没头没脑在唐人街鬼鬼祟祟的。好样的，花大姐，你可立功了。我们快去抓捕他们。在没有拟定出完美的抓捕计划之前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什么？你忘记以快制敌了吗？那就快下逮捕令。我需要拟定一个计划。虽然我不愿意，但现在我是警长。哎呀！
小人，给我站站住！吃的亏了，我们兵分两路包抄他们。抓到绳子那一头。不好了，女王发情长扫大街，她却在这里和没头没脑拔河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警长一定能够拔赢的。好像哪里不对啊？那我们赌半块面包吧。哎，他就逃跑。琪琪，快把他们绕起来。看你们还能怎么得意。赖皮，吃人不备！放开我，一定让你们尝尝神仙都怕的麻花拳。我让你去扫的大街，你把它扫得怎么样啦？如您所见，陛下。我扫大街的时候偶遇他们两个做坏事，我就顺手把他们俩抓来献给女王陛下。你是在向我邀功吗？不，作为警长，不，作为警员，时刻为女王陛下捉奸除害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非常好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让你官复原职呢？警长，女王陛下，不用如此大声唤我。没头没脑逃跑了。